人吗？是人，但也不是人。嗯，那到底是不是人呢？真是人，但也真不是人。这真的有这种东西吗？有的。嗯，是人名吗？不是。是男人吗？这得分情况。分情况？那是中国人吗？也得分情况。怎么还分情况？那我认识吗？说不准。怎么还说不准呢？怎么你说能不能说清楚了？你老含糊其辞的。他还活着吗？分情况。他有可能死了，有可能活了。那他比我大还比我小呢？那得看你男性了。你倒说个准确的，你这让我怎么猜呀？那他跟我有血缘关系吗？这分情况，一般情况下是不会有的，不出意外的话。那他喜欢我吗？他应该喜欢你。那我喜欢他吗？应该喜欢他，你应该喜欢他。我喜欢和你喜欢我的，那就是我男朋友、老公、男闺蜜、女闺蜜都不是。那什么呀？